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使用紫外线灯消毒，如果不科学的使用紫外线灯啊，会对我们的眼睛有所影响。前几天，一位乐女士就是没有正确的使用紫外线灯进行消毒，而到医院跑了一趟。3 hours later。哎呦，医生！又一个电光性眼炎。哎，不正确的紫外线灯使用会对眼睛造成怎样的损伤呢？随着疫情的蔓延，家用紫外线消毒灯的使用逐渐普遍。强烈的紫外光照射会对眼睛的角膜上皮造成损伤，导致电光性眼炎。一般在2到8个小时的潜伏期过后，可能会出现红肿、热痛、眼睛畏光、流泪、睁不开眼睛的情况。紫外线消毒时，房间内不能有人，一定要科学防护，不要让紫外线消毒灯成为伤害眼睛的隐形杀手。紫外线可消毒，眼睛切勿直视看，安全第一。如果有更多关于眼睛疾病的问题，欢迎关注我院公众号，在线上进行免费咨询。